教授还有吴教授和邓教授及各位先进，大家好。那大概就是我也因为比较着重于人权的领域啊。那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希望就是说提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宪法跟国际人权条约的互动，另外一个部分是国家人权机构要不要纳入宪法里面来。那第一个部分，其实为什么要谈到宪法跟国际人权条约的互动？我觉得其实应该最前提核心去思考。因为对宪法，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如果他修改的话，你要修宪或是自建，对不对？哦，那比如说你会主张，有人主张内阁制，有人主张总统制，对不对？哦，那有些人会主张说，我是不同年龄的人啊，我的是生理，男生是女，然后我可能是性别是多元的认同等等，不管各种年纪，哦，也就你可能不同意见、不同的身份的情况，可是不同的有一个共最共同的一个点。不论你是什么人，不论你做什么主张，我们都需要人权。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宪法的人权的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会适用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可是，所有人不只说你是国民，或者是你即使是非国民，你都会适用。哦，这就是它重要性。好，如果人权很重要，大家你想说，啊，那个宪法，我们不是有宪法第二章了吗？那我们干嘛要这么啰嗦嘞？对不对？还要去讨论宪法跟国际人权条约的互动？那可是这个，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只对了一半。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好像二次大战以后，大概是宪法的大概是第二波了，很重要的第二波浪潮。1990年是第三波浪潮。那第二波浪潮以后就是制宪，哦，那时候当时的制宪会把一些人权的概念放进去。可是二次大战以后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国际人权的发展。在国际人权的发展里面，慢慢形成的，刚才吴教授所提的几个主要的九大核心的人权公约，这个慢慢看，也就它其实是两个同步发展。以前我们都只看到宪法的发展，在二次大战以后宪法的发展，可是我们却相对比较忽略的，在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人权的发展。好，当这两个系统都发展的情况之下的话，你怎么去面对？也就我们有些人都会在想说，啊，我们不是把核心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了吗？啊，这个也不是都很好都做了吗？该做也都做啦，不是吗？那为什么我们还去讨论国际人权公约把它宪法的层次呢？哦，这个还是有不同，这个还是有不同。刚才其实我们第一场已经稍微有点提到，万一宪法或甚至法律跟国际人权公约有冲突怎么办？那你怎么办？所以说最坏的方法就是一次解决嘛。让宪法的人权跟国际人权两者同时一次解决，不会有冲突，而且同时符合宪法人权保障跟国际人权保障的情况，哦，这才是最好的方法，让它没有冲突，不会有影响，就最有效的这个方法。哦，那在这个角度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哦，有许多国家都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同时在第三波的宪法浪潮之下的话，也开始把两个互动连接在一起，也就是第三波的宪法浪潮，同时我这个宪法浪潮里面是把国际人权公约纳到我的国那个宪法里面的自然。哦，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做呢？你说大家好像表面上都只看到是那个新兴国家，哦，新兴国家去做这样子而已。哦，可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要稍微厘清一下，有些东西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哦，像我刚才开玩笑，我是留英。如果你要是留一个最传统的宪法层次，就是英国，那个没有一部成文宪法的宪法，那你要留在这个 最原始的层次吗？那个没有像英国这种传统的国家，不会宪政传统运作的国家，你有办法维持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宪法国家吗？那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它必须要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成长。其实现在英国自己在讨论，我要不要制定成文宪法？他也是一样在面临这个问题嘛。
那所以说每个国家都必须要随着时代的成长。哦，那我们刚才吴教授提到，其实我们也是所谓的人权帝国讲了20年以上了，那可能我们要新的思考，把它这个放进去。哦，好，那在这样进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其他国家怎么做，或许可以当做我们的参考。哦，那这个就是我给各位那个资料里面我所大概所看到的。因为从1990年代以后，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开始慢慢在做这件事情。那我是把它分成4种模式。第一种是说，我在宪法前面里面去宣誓遵守国际的权规范，作为一个宪法宣誓。好，那这个宣誓它可能只是在前言做一般的规定，或者在宪法前面里面很明确的指出特定的国际人权条约或是人权的文件 的情况。好，那通过这个方式来宣誓说，我的宪法的概念里面是要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概念。那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不是那么的完整啊。哦，你作为一个宪法前言的基本原则，可是似乎没有更细致化，哦，似乎没有更细致化。哦，那所以第二个你就可以看到第二种不同的模式，就是在宪法里面本文里面就直接规定国际人权条约的地位。哦，那第一个比如说它是宪法本文里面去做因应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一般性的规定，那也可能是特别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的地位。那也有可能是说着重特定人权公约或者是已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的规定。哦，啊，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可是至少它已经进入直接进入到本文。它进入到本文以后，它变成是有宪法的地位跟效力。哦，宪法地位跟效力。那这个有什么差？刚才我们说那个什么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它是法律违宪，它没办法同时解决宪法人权跟那个国际人权互动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那个集会游行法，大法官最后的解释是认为说，哦，集会游行法应该要事先那个申请核准许可，可是，在两种情况之下，就紧急性跟偶发性的情况之下，那美国没有办法去申请，所以说你这两个条件要请人民去争取许可是不合理的，说这个部分违宪，也就只有小部分违宪。那可是你照国际人权标准来看的话，采用许可制本身就可能是违反公民人权公约。哦，那大法官解释里面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去思考国际人权标准。那我再举个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宪法有规定，比如说国际人权条约，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在本文里面规定它有宪法地位的话，这时候大法官就有义务了，他必须要同时去思考宪法层次的集会游行的决定，同时也要思考公正公约所做的集会游行的标准。这时候它是两者都要思考。哦，那不然我们现在大法官所做的做法是这样子，我开玩笑，大法官现在引用国际人权公约有引用，可是我都做一个比喻，那叫西式自助餐。所谓西式自助餐就是 all you can eat, but you can eat nothing, 你买了都卖家。你可以随时要吃不吃，吃全部或不吃都可以。那这个你就很难去预估，我就很难去预估。那为什么要把它作为宪法地位的话，其实在说明这件事情。我同时解决了我们的宪法层次的人权的保障，我宪法层次的人权保障，哦，那以及同时能够解决了对国际人权标准的国内法化，然后作为宪法解释者，他必须要有义务去做解释。那，啊，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有的国家都是用采用这种标准、这种方法，就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他在规定你国家的宪法解释要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哦，啊，我就举了几个例子，有时候它也不全然都只是新兴国家啦，比如说西班牙跟葡萄牙，它就有很明显的规定。哦，甚至是包括芬兰，哦，芬兰的那个宪法都规定，就是说它就规定宪法所规定的一些相关基本人权规范，前提条件跟自由的话，你要解释要符合世界人权宣言或其他西班牙已经批准的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这些基本的概念，哦，来作为一个诠释，也就是说让你的国家的宪法的人权保障跟国际人权条约的义务是相吻合的，也就是我的权利的解释就其实要包括这个概念。哦，啊，第四种是有更特别的，就是说像比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那就说它直接规定照国如果是国家那个俄罗斯，比如说俄罗斯会联合条约的规定的话，当你用进国内救济以后，可以向国际人权保障机制要求救济的权利，也是同样的，他把这个国际人权的救济的制度跟权利宪法化，
也就是说，宪法化有什么差别呢？我基本的宪法规定的，跟国家你就算退出，你假设万一他退出那个继承权条约怎么办？你还有宪法义务，你还有宪法义务。但是说宪法义务它变成另外一种制度，然后就是说你不能够退出国际人权条约的救济制度，不然你会违宪，不然你会违宪。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制度。我讲白话，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前面那个说纳入本文，同时比如说我们已经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的话，应该让它有宪法层次的地位，来解决掉，就是说整个。不管是宪法解释啊，或者是你权利的保障的标准啊等等这些状况，这些状况同时一度的解决，那同时也让台湾就是从我们2000年说要人权立国，引进国际人权条约以后，再更进阶的去做更完善的保障。好，如果各位愿意看的话，其实我要举那个就是波士尼亚。的那个状况，波士尼亚的那个状况，这个我想，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要做个细致的报告。他那个是做更完整的规范，就是说包括联合国的条约，然后欧洲人权公约啊等等的，还有附件15个条约，通通给你写出来。还有更特别的，这个其实我唯一看过全世界最伟大的那个禁止修宪的那个界限。他就直接规定，你任何宪法修改不能够减损或消灭宪法有关于保障人权跟自由，然后这个条文本身不能修宪。没错，我规定跟条文说，宪法的人权这些规定，你不能够改，然后同时这个条文本身不能改。这个是超级特别的宪法的规定。那这个我想就不要做那个更详细的报告。他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的啦。来从了把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以后，再更进阶来追寻我们更完善的一些人权的宪法的规范。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它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自己，那我刚才就前面所说的，所有人其实都必须要有关适用人权的规定。那另外一个主题是谈到国家人权机构的这个概念。那这个国家人权机构，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当然设立的模式啊。比如说，如果各位看到我另外一份的那个给的这个文字的叙述，就是说，其实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大巴是人权监察室啊，或者是独立的委员会啊，或者是混合制的啦、等等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慢慢的比较增加的趋势是说，让它有宪法的地位啊。当然，我必须先说。不一定要用宪法的地位才能够设国家人权机构，这是确没有错。可是你可以看出来，慢慢的趋势是说，用宪法直接规定一个国家人权机构的地位，而且你可以看出来，它不论是用哪一种模式的方式去设立国家人权机构，都会慢慢更多的国家来让它有那个宪法地位。那我这边也叙述嘛，就是说，不管是人权监察，特别是都采用人权监察的模式。它是很普及的，不管在美洲、在非洲、在欧洲等等国家，大概都会直接让它有那个宪法地位，做直接的规定。第二个，就算在那个独立人权委员会的概念，虽然不见得每个国家都这么做，可是你可以看出来，慢慢的比较多了。比如说，举个典型的例子，南非在1993年新的那个过渡的宪法，到1996年的新的南非宪法的时候。所明确的规定就是那个有关于人权委员会的设立的概念，那即使包括不同的混合制，它也都开始慢慢进入它的宪法的一个层次，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国家人权机构目前为止稍微比较难解决了，因为我们特别的设立的方式，我开玩笑，我们现在是国家人权机构的方式，就是那个兄弟所独创，这大概就是全世界几乎找不到的先例的。的模式就把它放在监察院里面的，然后又把它混在一起，也不像其他国家那个混合式的哦。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大概理论上是我们有往前走一些设国家人权委员会了，可是现在的状况可能还是要面对一些挑战。我们那边讲挑战，那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未来有宪政改革的机会的话，或许真的要思考让国家人权机构变成一个宪法的
的机关能够直接明文规定，就是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设立，然后是跟监察院切割的。也就是所谓的切割，就是说你可以独立考虑要不要设维持监察院。那可是国家人权委员会这边不要再跟监察院藕断丝连嘛，不然另外一个学生你有办法就把监察院直接改成国家人权委员会，可能还可以干更干脆一点哦。那、啊、这个是根本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啊、这个大概是我粗浅的思考，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好、哦，谢谢。好，非常谢谢廖教授的分享，他也提供给我们大会呢相关的文稿哦，那讲得非常清楚。其实我在听我们在座的教授在分享，都一直提到联合国人权公约啦、啊、九大公约啊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台湾人常会以为说，哇，这个东西很先进啊，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个标准哦，好像很难达成。可是如果仔细去看两公约的相关规定哦，他告诉你说，哎，我们欢迎啊，各国你的人权标准是超过两公约的要求。换言之呢，包含蔡英文总统也讲说，两公约不是天花板，两公约是我们的地板才对。那你如何让这个地板更为坚实？这就应该好好思考。所以我也非常赞同啊，廖教授刚刚提到，哎，可能呢，我们应该好好想想看啊，我们的人权清单要不要重新来盘点，重新来整理？哎，这是大工程。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有赖由我们人民呢一起啊去思考，然后给我们的这个政党啊、政治人物啊鞭策啊，不然他们基本上是很被动的、啊，因为你那么多权力，他怕怎么办的、啊、哈？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啊我们邓衍森邓老师啊，他要准备的 PowerPoint 啊，他要讨论国际规范跟宪法制定的议题啊，我们把时间交给邓老师。